高中师范各种许多钱。对。哎、欸，请当自己家，不然那无名指感。对。反正我就是想要来。因为我本身，就是抓鱼的，在七股那边就是在抓鱼，所以说我行业就是。就是在抓鱼，所以我要把我们台南最新鲜的鱼货，最以平价来这边给消费者的享用。那、啊、所以说，我们这边的鱼货是最好的，哎，最新鲜的。